吃包子。多跑点就多吃点。走呀。梁芒，吃饭了，闻着味儿了吧？你看，你是自己吃呢，还是自己吃的？冰冰啊，我觉得我这个头啊，还是有点晕，要不你搭把手，你喂我一下。连长。哎梁王，就你那一块二一斤的表演，你差不多行了啊！人家郎班长伤的比你重，都没你痕迹的厉害。不过，你能把导弹车开回来，我还是挺佩服你的。冰冰，这是你第一次这么正式的夸我。我呢，确实觉得我精神还有点紧张，我觉着要不我再躺两天。两天啊！大家都去代级库帮忙了，你好意思还躺着？你吃完饭赶紧去报道。不是，怎么又误解你了呀？昨天那枚弹一早转运到代级库了，正在检查。哎，我能把车开下来就不容易了啊！这个检测检修我也使不上什么劲儿嘛。连长，哎，你别吓我了，待会儿真被你找回来。再说了，就现在我这个立功的状态啊，别说是连长，就是旅长来了，他也得给我几个面儿。哎呦，是吗？这么厉害啊？哎，英雄啊！低调，啊，低调。你呢？是不了解我，我林恩吧，平时确实是吊儿郎当的，哎，关键时候赛连长啊，你都不知道，昨天咱们那连长干的女人啊，干着急，咣咣咣的击石头，搞发射他可以啊，搞驾驶差的都不止一丁点半点的。哦，嗯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我突然太崇拜你了。嗯，也不要盲目的崇拜。啊，主要是咱们平时啊没有这种增进交流的机会，这次就不一样了。只要你开口，哎，我就能多躺两天。我多躺两天，就意味着咱们可以多交流两天吧。哎，交流完之后，你一定会有一种洗心革面的感觉。真的？真的？嗯呐。那要不这样？我跟连长说，让你再休息一天，怎么样？两天，哎，全连啊，就属你对我最好了，啊。那他要是不同意咋办呢？不同意？你让他照我脸来不同意？嘿嘿。站在你脸上了吗？哎，看着我，看着我，我不同意啊。你给准备的？啊。哟，感觉还挺好吃啊。行啊，连芒，这胃口不错呀。啊，哎，怎么样啊，床舒服吗？我感觉这床有点硬啊。这样啊，我一会儿找两个战士给你换个西梦姿床，哎，好好的躺在这儿，好好的休息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
这个咋回事呢？你说这奇了怪了哈，肯定是这个床的问题。哎，我现在我就迫不及待，我要带去带机库了，我就。有那么好笑吗？还给他准备自嗨锅，你可真行。接下来啊，好好的关注一下郎班长的病情，啊。是。走，收起来。像什么样子？赶紧的。